现在就剩总经理办公室没有打扫了，打扫完就可以下班啦。这个时间，单俊浩应该已经走了吧？请进。总经理，我是来打扫卫生的。又开始皱眉头，真像个小老头。总经理，我用吸尘器的话会不会吵到你啊？是什么意思啊？到底会还是不会啊？算了。没事没事，是我不小心碰到了花洒的开关。叶千羽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还穿这身衣服？我在后勤行政部学习。是太初安排的？不是，是我想提高自己，这样才不会拖累太初。哎呦！先穿这个。谢谢总经理。收拾完了，赶紧出去，别在这打扰我工作。作为助理，你一直对太初直呼其名吗？哦，不是，是太总，我是杨龙。单俊浩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严肃啊？不要一直皱着眉头，你一皱眉头，大家就怕你，就会离你越来越远。开心一点，好吗？请进。秦昊。哦，云逸。
我们回家吧。妈已经让林嫂准备好了饭菜，在等我们呢。啊，你先回去吧，我这工作还没做完，一会儿做完再走。那我等你吧。嗯。